柴犬臭嘛，小狗狗身上都会带有一些体味儿。那么养柴犬呢，它到底有没有呢？在这里可以很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养柴犬几乎是没有体味的。啊，当然除非你很久不带它去洗澡，那它那个油脂性的问题还会产生一些体味。所以养柴犬相对来说呢，会让家庭感觉到会更舒适、更干净、更整洁一些。柴犬的一个皮肤啊，它的油脂分泌并不算旺盛，所以只要你在合适的时间里面间隔带它去做洗澡和做每天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打理护理，其实它们对于环境上的一个困扰非常小，而且呢，它们的毛发又属于那种短毛，所以不易察觉。所以你正常来说呢，客人到家里面来的话，也不会因为家里面有个小狗狗就感觉到，哎，好像家里面会出现脏乱差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养柴犬这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优势，蛮好的一个就是家庭习惯卫生的一个体现。